谢谢。哎，等等，赏你了，谢客官。你要是觉得累，可以回去。我不累，天琪，你是在关心我吗？我懒得理你。水，来，还有小心点，别滑倒了啊！这边啊，哎，这怎么还这么多水啊？来，快，这把水擦干净了。好，来，红姨，你怎么这么早就让他干这些粗活？哟，怎么了？心疼了？不告诉你，这练过武的人就是不一样。哎呦，这些粗活干起来上手特别快。他可是杰帅。你还知道他是杰帅啊？那你还整天冷脸对着人家，是吧？哟，这怎么了？这是都起水泡了！哎呀，这么大一个水泡啊！哎呀，你很疼吧？快去把我医药箱拿过来，快！哎，好。来，进去，我给你处理一下啊。这么大的水泡啊！哎呦！来，红姨给你吹一吹啊！吹！不用了，真的不用了，谢谢，不用了，真的不用了，不用了，谢谢，不用了，不用了。你们干嘛呢？天琪，你来了。Thank you.
这些是我当太医以来一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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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搜过。哦，当然不是了，是一点一点搜索着积攒下来的全部家当，现在全都给你了。这点聘礼就想娶我呀，想得美呢。当然了，只要我们两情相悦，这一点身外之物算得了什么呢？那你觉得和我的魅力相比，他们配得上我吗？当然配不上了。那不就结了吗？聘礼没给到我满意呀、啊，休想再进我万红楼的门！天哪，这人世间怎么会有你这么直率聪慧的女人呢？我好喜欢。仿佛又回到了小时候。我答应过你，每年都要陪你过花火节。之前是我失约了，啊，不过这次我一定不会辜负你。拉钩。小哥哥，哇，快许愿，这是真的流星啊！我的愿望已经实现了。阿哲，你叫我来什么事啊？怎么，还在因为我和兄长骗你的事生气啊？那是为了抓郑少峰而采取的权宜之计。我想说的是，其实你们可以告诉我，我还可以帮你们想想办法。好，如果下次还有这种事发生，我肯定第一个告诉你，这样总行了吧，田大侠？小七啊，你知道吗？这里其实是我们俩第一次相遇的地方。